然后第二个修法，我们先念这个传承。你把那个南的力气，特别南宋什么时候的，对我来说干完了，因为人话大人讲，他们就他们觉得对俺几万们没不用答应人个，他话懂得嘛？你那几万们没不懂不用顾不，都讲得给点俺妈西，但那难得怎么样做干南的力气，对我们没把这都做的。当我们了当的他为他们上一级当把人不讲你比较是开胃经历经历中日的马上那亲的蓝口里讲出讲出的有个人即将下个地点的马上把人那地是那个地什么第四么龙学的，第四么李龙学的，因为我不，我不叫他直接来判你，都几几几万的了，那没想就清不，特别莫那么着不下的，莫那么那吃的杂味，吃的杂味闷久了，娘的心结巴当，想心情的当时就对我的让心了，你讲。दुमर जी राम जनला ने जाते तर्मशी परता तों थामे पिंग करुर दुमर म्युवाते थामचे नमशी भी मन बे ये जबते रावा में तायन बेते थामचे की दुमर सार जाम ठारतां यें द देवी कर दक जबर जो तेरतर जिद नी परवलामा कुम्चो संजीव सिंह जी लाभ तो सुर न्यंद यां यां शावों दोरना दुमर दुमर की चजम नरवा देव जन लाद ने राम दां जान जी तों ला पोचे जबी कोचा तां बोचो शिंचत वायुत परशागुते दाते नावामे पिले न्यंजी वांदो चर्वे मंदो ता मंदो दुजन नाची नदंदो म्यों नाने तर्वा तुम्ना ताता नार्जे कलायो केचंद माजले जिम्रे जीवनांदुर चर्वजनुशी योदनायां दुमरं जोंवाम चर्चां दाते नावामे पिर गतपांद म्यों वरजत ता पांचत तेरनातर मवशावर चौंसदशन चौंसदमाशनां दुरुंगी चली नाची चौंजरगावी निम्जन जोंबांद गवी निम्जन जोंबांदला युतन मवशावर नखजंदला तिने चोला पुचिन जोंनिंच कर दवान्या कमाताई सिमरीवा योंस जो जो शांश मा पांचद पांदी पंगम चोब जिला चीजां मं बद चीजी मं बद न्याम दवा यो पाला तीन बरोशा तीन तंबू वह में वह यो तंबू सिंस शावो जन नद में पाना गिवाला तुझा मनी पाता नाची चागनी शक करो दुविजां सोला जीपे ना नतगी विशेनित चिरवा वह यो पिचिं तेला तीने गिरसाब जपातं लोजों वे लामजी चौसन जरवी थाम केला तीन बरोशाओ चपर्द चुनावातं चोट पातं न्यामिं बाताव इन्ना गाने जनला चुष्यत जंगुं जिन्बा इन्करता इन्करला तारी रंग तो नद वातं दिखिन गन लम्द एलुंदा रंग न्यामिं नाते ये चुची चोदो चांग चदला दाग बाताव इन बेरांजित रंगी वलाने राजी रंग वलाने तापनस्के चुंजी चुची रगोने स्तोंजाने में चुसे चुबियोजे चिंगन थोड़े वाक्ती थामरवाजी भी चर्द मासूं वाजी नथे उन दला शाओ न्यांबी चिंगन चिंगन न्यामलिं ची चोस केरचनी गुलाते तरफ गुंबे ते स्ता ते रव स्ताब गुम्जी नांदे चेर लू डाउं लो जोंतां जमर शीशां चो जो जोवजां गर मोलम जीर गोने लांदे चेर थामी चां चंदे ना चेर कदव शाद पींदे शीव जर्व चर चर रांगी न्यामोत कां चदव लोला कां तां चें था जीर गोने ना लांदे चेर शावो जो से दि आर के शोफ第二个修法是把那个病痛视为善知识，当作善知识，病痛当作善知识，以后在因果的趋势上面要认真的对待这是第二个修法。那第二个修法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思维呢？当生病的时候就是要思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物事依赖到现在六转在这个轮回当中以后如果我们不祈求解脱的话，将来还是会这个
因为轮回它是无始无终啊，将来我们还是会生生死死，还要就是要接受很多的这个痛苦。我不止这一次要接受这个病的痛苦，而且啊生生死死还有很多这样子的这痛苦。但是这些这个道理呢啊，因为以前我没有去想过，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我就是通过佛的教诲啊，通过佛的这个教诲知道了这些道理以后呢啊，从现在起这次我一定要把这个病痛啊就转为道用啊。这次我啊，比如说我这次就是生病啊，这个病呢啊相对来说啊是还是不是很大的痛苦，相对什么关待这个地狱的痛苦呀，或者是畜生的痛苦，或者是人间的一些这个很大的这些痛苦来比较的话，那也不算啊很大的这个痛苦。虽然不是很厉害的痛苦，但是啊，我就是这次遇到了一个这么小的痛苦的时候呢，对于我来说啊，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啊啊。凭那个对整个众生，对这个六道轮回的那痛苦来说啊，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微不足道的，这不是很大的痛苦。但是对我来说啊，这么小的痛苦都是很大的痛苦，非常难忍的啊，精神上、肉体上啊都是很难忍的。那年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这样子的我就是生了这样子的病都不能接受啊，这样子的话无法接受的话呢？那我其他的这个轮回的痛苦啊，我以后会怎么样去面对啊？如果我这个堕地狱啊，堕这个畜生啊，堕这个恶鬼这样子的话呢啊，他们的这些痛苦呢啊，就是啊比较这个比我这次的这个痛苦的话呢啊，就有天地的差别，痛苦就是远远超过我这次的这痛苦，那我以后都有可能，这次我如果我不修心的话啊，以后我都有可能，非常有可能，而且是可以说是很不修心的话是肯定的要去啊面对这些痛苦。那个时候我怎么样去面对呢啊？我这次这个病是还不算什么大的病，那我连这个病都那么痛苦的话，那我以后啊要受遇到这些痛苦的话，我怎么样啊，怎么样解决，怎么样面对这些痛苦。所以我这次一定要啊，我一定要就要做一个我彻底的这个脱离这个病痛的事情，一定要做一个这样子的事情。这次呢我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因为释迦牟尼佛传法，佛法还在这个人间啊，我就是正好是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如果我这次生病啊，我可以健康，还可以恢复。如果我不是的话呢啊，那我生下来的这个生命一定要投入在这个彻底解决啊这个痛苦的这个事业当中啊，我一定要把这个超越轮回的苦海，一定要这个度过轮回的苦海。那如果我这次啊生病了，我不能恢复啊，不能这个健康，如果我这次死掉的话呢，那我还是要有一个准备啊，思想上要做一个准备啊。什么样的准备呢？我这次的啊过去、现在、未来的啊，就是这个过去、未来、现在三世的我的身体，所有的身体啊，所有的这些财产，所有的善根啊，全部都供养诸佛菩萨。然后我发愿啊，我这一次我就是这个病啊不能啊治好死了，但是下一世啊，我能够这个获得啊这个菩提道，能够获得这个菩提道，我再有这样子的机会，不但是有机会在下一世呢，不像我现在这样子错过机会，我下一世就不错过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一定要修心，一定要修心，这个修菩提道啊，这样子这个发愿，然后还是要
深信这个原理啊，一定要一定要相信这个原理，同时要想，同时就是要想啊，我这个原理是永远都不会，永远都不会这个不会，永远都不会那个斥责了，就是不会浪费的意思。我这个这个发了这个愿以后呢，它一定会实现的。它因为它这个原理呢，它就是有这样子的力量，它是有这样子的力量。这个力量呢它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差错啊。那我就是这次这样子发愿以后，它一定会实现啊。第一个发愿，第二个就是要相信这个发愿的原理，这样发愿，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其他的生命，其他的众生啊，因为我这次生病了，在生病的过程当中啊，我就知道了这个道理了。但是其他很多的这些众生呢他们有些人生病了，有些人没有生病啊，那生病的人他也没有知道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佛的教导，他就还不知道。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道理，还要在这个轮回当中无数的轮转，无数的轮回，在无数的轮回过程当中，他们也要接受无数的这个病痛的痛苦，病的痛苦。这些众生呢他是这个不自由的在这不自由的轮转这个轮回当中我这次虽然这个病不能好，但是呢我还是知道了这个一点，这个道理以后呢，我就可以发愿了，我还会有机会的那众生，其他众生呢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但是他们没有机会，我现在首先我发愿我发愿，我这个原理实现了以后呢，我一定要让每一个众生明白这个道理我一定要让每一个众生明白这个道理，让众生他们自己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让他们自己在这个痛苦当中脱离出来。然后有祈祷，这是一个发心，在发心的后面就是要有祈祷祈请诸佛菩萨，我能够这样子做即祈请诸佛菩萨加持我，我能够让所有的众生，让这个愚痴的这些众生，让他们明白让他们明白我们是在这个轮回当中，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受了不少的痛苦了，我们还要不修行的话，就是要受这样子的很多无数的痛苦那我们不愿意接受痛苦的话，我们现在应该修行，一定要修行，就是要这个道理让他们明白然后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法缘那个祈祷然后呢就是同时在自己的身体和这个肉体上面，痛苦越大，就是度化众生，就是这个遣除众生的那个痛苦的决心愿力，就是发愿，就是要越大越要稳定这样子然后呢，如果这个病能够恢复的话以后就是在因果趋势上面呢一定要认真的对待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有了烦恼造了业，我今天就是生了这样子的病如果我造没有这个没有如果我造正这个空心造就这个解脱的话今天我也不会病的那我今天生病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没有解脱的原因。我为什么没有解脱呢因为我没有解脱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这个造了很多的业所以我从此以后呢，我就不能再也这个造业，在这个以后如果我再造业的话呢，我还是会接受这样子的痛苦，以后我不再造业。我如果以后我可以恢复健康的话，通过我的这个身体通过我的这身体我一定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事
那这里面讲的这个有意义的是啊，就是这个啊修心。这是一个我们的具体的修法啊，具体修法就是这样。生病的时候啊，刚才讲了一些这个发愿啊，然后发愿以后呢啊，就是祈祷啊，主要是包括这两个当中，一个是发愿或者是发誓下决心啊，另外一个就是祈祷诸佛菩萨啊能够实现我的这个心愿。啊，就可以包括这两个当中，这是具体的修法。另外就是再说啊，有些人呢，他不生病的时候呢，他什么也不想啊，不去想这个轮回的痛苦啊，也不去这个做这个因果的取舍。但是有了病啊，痛苦了以后呢，啊，然后就是开始这个在因果上面呢。就认真的这个对待啊，就因果趋势这些都做得比较好，所以这个病对他来说，这个病就是称为他的善知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尤其是在这里面说，尤其是啊这个讲经说法啊，或者是这个修端心法的人，端心就是修菩萨力的那个法的人呢，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修行人。啊，如果是一个修行人的话呢，那那个时候生病的时候，特别就是要那个时候要啊、要看啊、要特别的那个时候就是要看自己的能力啊、要看自己的能力，看自己的能力的意思就是说啊，那个时候我平时就是劝别人修行呢、劝别人怎么样的啊，或者是我自称是我自己是一个修行人这样的啊。那我平时没有遇到任何痛苦，就是一切都很好的时候呢，我自称是啊，我是修行人啊，等等等等，但你是不是我是不是真正的修行人啊？我就看这次我就可以看得到我是不是真正的修行人啊？我这次在这个病痛的这个折磨下，我如果真正的可以能够用得上啊前面的那些修法。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可以说我是一个修行人啊。但是没有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大家都没有这样子的痛苦，一切都很好的时候呢，每个人都会说我是修行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不错了。但是是不是真正的不错啊，就是要在这样子的环境下才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个时候就是要自己要给自己说啊，你是不是修行人啊？我这次看你这次这个病痛啊，这个难关啊，你怎么样去过？你是不是修行？平时你都自称是修行人呢、成就者呀、等等等等。但是你是不是修行人？你是不是这个这样子的人？我这次就可以看得出来。然后就看，如果这个时候就如果没有自己没有承受这个没有承受这个病痛的这个能力这样子的话呢？这就是啊一个，这就是一个警告自己啊。现在我们的修行还这个不够深啊，连这个面对这么小的一个痛苦，我们都没有办法啊。所以以后不能老是停在一个上面，一定要往前努力，一定要修行，一定要有进步啊，这样子的。这些是具体的这个修法，然后还有一个它上中下的三种啊不同的这个病痛转为道用啊。第一个呢，上等的呢啊，上等的这个病痛转为道用是通过修心啊，通过这个真悟空心和禅定的能力来转为道用啊。那这些人呢，他这个生病的时候。他就比如说一个人证悟了大圆满啊，那他证悟大圆满的真正证悟大圆满的话，他生病的时候啊，就进入了这个大圆满的这境界的话呢，那这个人就是根本身体上根本感觉不到病痛啊。所以这个有些在这个大圆满的修行当中啊，修行人死的时候啊，就病痛越大越厉害是越好的。啊，为什么呢？他
如果身体上的那个病痛很厉害的话，他头脑是很清醒的，所以他很容易很容易那个进入大圆满的境界当中。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些人死的时候呢，就是像人睡着了一样，平时什么感觉呢，也没有什么病痛啊，什么都没有，这样子就是像人睡着一样的，那个就是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这样子的话，那个时候头脑不是很清醒啊，不清醒的话呢，如果修行不到位的话，那个时候很多这个修行的那些境界都会忘掉的因为头脑不清醒呢，会忘掉的，忘掉那就他就不能这个修中阴身的修法了。所以这个修那个痛苦啊，就是肉体上的这痛苦越大越好的那个死的时候，圆寂的时候是这样子。平时他修行的时候如果有这样子的间接那他这个时候进入这间接，进入这个境界的话，他不会生病的，不会有痛苦的感觉。另外就是禅定修得非常好的人禅定修得非常好的人，他也不会有这种问题。以前有一个上师坐禅另外一个上师呢，他在一个上师坐禅，他把这个弓收支做颠灯，收支什么颠灯那他说，你有没有这个很好的禅定呢？如果没有禅定的话，这个你是就忍不住的。他说我禅定是没有吧，没有问题的那就进入禅定的状态当中，连受之点燃了，他没有丝毫的痛苦的感觉，只是禅定不是真悟那这个禅定和真悟，有禅定和真悟的人，那个兵就可以转为刀用，对于他来说呢，并不是什么痛苦但是这个离我们还有很长的距离这个可能有点难度大然后第二个就是中等的是什么呢？中等的是通过这个，通过修心，通过前面讲的那些菩提心或者是这个自他相欢，当我们以前讲的那些菩提心的修法还有一个呢，另外一个就是入幻入梦前几天我们讲的那个真悟空心的那些修法，修得好的话生病的时候也可以当那个病可以堪称是入幻入梦的那个人的证悟和禅定的境界都没有前面讲的那么高但是他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就可以转为道用，这是中等的这个做法。最下等的做法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些有两个修法两种修法是最下等的。最下等的就是为什么是最下等的呢？因为这个呢，我们普通人都可以做得到。前面刚才我们讲的那两种修法呢，我们普通人没有真悟空心的人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很稳定的那种禅定的人，四禅八定的人他也可以修得出来是一个很初步的一个修心转为道用的病痛转为道用的方法，所以前面那个是最下等的。那最下等的人呢就用通过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方法去把这个病痛就转为道用这是第二个修法。然后第三个修法，僧巴拉这里当波云巴拉罗云瓦能科比能瓦德当门登巴当登阿瓦当当米巴因那样德克马西江南丁村念科罗登阿南巴那左右巴当卡吉吉马当巴当李森拉夏那德马丘德马丘德米丘藏里德吉夏瓦康亚门德江德基德当德格罗宗尼林德拉金查西宾纳德索利利雄维登尔德格能中文人的比达呢纳德德德努格基苏西宾新镇坦镇拉林德真多比姆布罗姆地庞巴米德当我的下午念德洋洋也拉下洋洋洋也拉下洋林神经目阿蒙德尔杰地这里洋洋西宾Amir Kabunada Tabadam Tatu Tsukzukshan Chivav Levi Shodosun La Zayan Tonchin Ramjum Le Shirv Zamushin Dalam Tambi Babidin Basadanam Gumja
李将军不也老些把那得当是把家当查的门就是去送书的那张的那张的那张里拉车班的牛毛当都没了他们就给别那几张马车把他送回心了Simla Gumbar, Simla Gumbar, Shavan, Jin Binyam, Yamo. 第三个修法它就分成六个阶段。六个阶段就是六波若波罗蜜多和六波若波罗蜜多的修法。那第一个就是不是那不是波若波罗蜜多。那这个修法呢生病的时候首先就跟前面的就差不多首先要思维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右楼的法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就已经经历了不少的无数的这个痛苦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一点不知道这一点然后我们就是执着我们的这个身体实际上我这个身体呢它是这个无常的东西很多这个东西的综合体它不是一体这就前面我们讲那个卧室和讲过一样那如果我们观察的话呢这个身体上面不会有我但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无明我们就执着这个身体因为有这样子的执着有对身体的这个贪著心就引起了很多的烦恼烦恼就引起了很多的这个病痛但是我现在呢从现在起我再也不执着这个身体我把这个身体就是布施给这些魔障碍废人等等等等这些众生布施给他们我再也不执着这个身体就布施给他们然后布施的时候呢具体的修法是在这个无家心当中有一个孤沙路的修法呀就是在孤沙里的修法当中讲的那样子修就是把这个孤沙里的那些修法从头到尾修一遍那同时就是把孤沙里的修法本身就是布施自己的身体的布施自己身体这样子的话第一可以减轻这个病痛第二就是同时可以积累很多的资粮第三如果这个人这个寿命本身就是有障碍的话那他通过了这个修法以后呢他就这个可以迁除这个寿命的障碍那这样子这是第一个布施的修法以送说你把此证呢领的人拿的结合动位看破吧送就等着他们的比喻地吧你的结合你的结合人呢让人家文章的拉丁呢咱们几次证单吧这把呢他们家但不公布的下瓦当第二就是这个持戒持戒如果没有这个没有病痛的话没有病痛的话人就是有很多的这些欲望那就是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去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杀盗淫妄等等的但是有了这个病痛以后呢他就因为就没有能力去做这个杀盗淫妄等等所以通过这个兵可以护持自己的这个戒律然后那个时候呢就要知道这次我不去那个杀盗淫妄是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这个生病的过程当中没有能力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生病了那这次我通过这个兵我一定要护持这个戒律这样子的这个发心这是戒律的修法第二个般若波罗蜜多第三个是忍辱孙巴说把那那几等我的当那人跟我的脸我的血迹力气那边边的张中也觉得就当先见的大三的张明娃他们自己等我的大拉门那这毛绒的可做不了我娘把当这是第三个忍辱第忍辱的时候呢我这个病痛不是无因无缘的这是我自己以前造业的果报那我这次就是一定要忍受这个果报那同时我忍受着接受这个病痛的这同时愿一切众生的这个
痛苦，一切众生的痛苦，也就是以我的这个痛苦来代替啊，这样子，这是第三个这个忍辱的那个修法。第四是这个精进的修法，日巴尊的那天的罗永林的瓦玛因巴吉达达吉吉就。Jorwa tsunga tsunga kocha chenpo guti tsunga varmet per shawatang. 精进啊，这个是在这样子的生命的过程当中，这个修行呢啊就很精进的，很用功的修这些法啊。那个时候就是我一定要用功的修，这样子发心平，同时也就是自己用功修，不间断的修，这就是精进。那巴桑顿的第五个就是禅定啊，那巴桑顿呢，那的第四个当上级当完呢，娘级老乡我们接当当兵，同伴呢当，那这边我们那马级不是就是三八的，这个是禅定的修法。当我们的身体上面就是产生了一个比较啊比较厉害的那个病痛的感受出来的时候啊，以及对众生发这个发这个慈悲心，这是第一个，这叫做因缘的修法。无缘的修法呢，同时啊，我们把这个病就作为对象，就是说缘经啊，然后看这个病的本心啊，看这个病的感受啊，感受。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前几天也讲过啊，这个每个我们的那个无云的每一个啊，都观察了以后呢，这个舌云啊、香云、手云等每一个都是空心的修法，这个修法讲过了，在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呢，不是在理论上啊，病刚这个真正这个身体感受到这个病的时候呢，同时啊，把这个病就作为啊，作为对境，作为对境，然后把这个病就那个修成空性啊，但是这个没有真悟空性的人就比较难，嗯，那没有真悟空性的人怎么办呢？那就前面我们讲的那些推力的方法去推力，把它变成空性，只有这样子。真悟空性的人呢，就很好办了啊，那个把那个病痛的感受一出来的时候呢，他立即就进入了这个空性的境界当中，这个时候呢。这个病痛的现象还没有间断，虽然是有一点，但是人的这个那个意识呢，它就进入了这个空性的境界当中了。那这个叫做空性和病痛双运，空性和病痛双运，因为病痛的这个现象啊还没有间断，还有一点这个感受。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对这个病痛他没有执着了，所以对身体没有那么大的伤害。同时修行的过程比较好的时候呢，刚才我们讲的，前面我讲过，那个修行人死的时候，这个病痛越大越好啊，因为他那个时候呢，这个病痛的感受越强，他真悟的这个空性的力度也是越大的。但是我们现在达不到，那慢慢就可以了。稍稍证悟空性的人也可以这样子做，一生病的时候立即就把这个你们回去啊，就这个就吃点不能吃的东西，让捅肚子看看怎么样，试一试吧啊。那这样病痛一出来的时候呢，立即就专注在这个空性的境界当中啊，然后修行好的人就是在这样的痛苦和这冰两个可以双运的。这是这个禅定的般若波罗蜜多啊，禅定的般若波罗蜜多有两种。如果我们空心做不到的话，这是无缘的修法，有缘的修法是肯定做得到啊，因为我们就感受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啊，那就是自己真正感受到这个痛苦。我现在这样子的痛苦啊，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有啊，不但是这个痛苦，而且有些人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生命呢，比我这个痛苦还大成千上万倍的啊，这样子的众生都有啊。那念我这么一个小的痛苦啊，遇到的时候我那么痛的话，那些众生会更苦的，更痛的。那个时候就是
这样子可以啊。那然后呢，就我们就啊，祝愿这些众生，愿这些众生早日脱离这个痛苦啊。这就是这个慈这个悲心呢啊，这就是这个悲心啊。愿这些众生早日能够健康，能够有这个通，能够有这个幸福，这就是慈心。这个我们是肯定做得到的，这空心我们能不能做得到不知道了，但是我肯定做不到，你们能不能做得到不知道，是吧？但是这个悲心慈悲心的话，就可能每个人都应该没问题的啊。那这两个是这个禅定的修法了。第六个是这个智慧，那这把写的呢拉面要那那的用个单把单把图巴拉三巴当地多努贡比跟的地多努贡比跟住的那些那些的那里个他们去你妈当马龙达西巴当东当巴拉那的这个他们去金格阿弥这金波的西比那是他们去的东尼的铁路上太阳的金的浪迹下的那Sharva na ti stopi wo tun nir kusum ji kumbang to bun jirwa yin bi tivi na na salam kin de shang shib de bi zhu shi ngu ba yin. 第六个就是智慧，那智慧是什么呢？在这个智慧简单的说啊，我们生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立即要想到我们的那个学果的那个这个清净病痛的修法啊，那个时候立即要这个，那个时候就不能忘了，那个时候立即要想到，这也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那个智慧啊。然后最重要的是啊，在那些病痛从世俗地来说啊，病的人还有病痛它的本质本体，还有这个人生病，就这三个叫做三轮啊，要观相要证悟这个三轮体空。三轮体空这个我们没有证悟的时候还是不能直接的感受，但是也可以通过前几天我们讲的那些推理的方法把所有的这些人病人啊病痛啊病人痛这三个都啊，这是病人的这个感受啊，痛苦的感受，这三个啊，推理以后抉择空性，然后把他们看成是如幻如梦这样的。从生命地的角度来说，所有的这个精神物质啊，一切都是这个空性的。那这样子去这个感受，那如果真正能够感受的话，那个时候呢？病痛如果真正能够感受证悟的话，病痛啊，那个时候这个病痛的感受它可以转化为大乐。那大乐什么叫做大乐呢？这就是不但是不是痛苦，而且这就是那快乐的感受。但是这个快乐不是我们世俗人所说的快乐，它就是一个证悟空性的一种境界啊。这是六种般若波罗蜜多，生病的时候我们可以修这个六种般若波罗蜜多啊。那如果真正是一个修行人啊，如果其他修行修得不好也好，就是能够修这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两三章两三页的里面所讲的这个修法的话，那我们修行那个生病的时候就可以修啊六种般若波罗蜜多。那修六种波罗蜜多的话，那有些比如空心方面的证悟方面，这方面呢我们可能做的会差一些啊，但是其他方面啊还是可以做的。这样子做的话呢啊，那这个病痛就是称为这个修行的善缘啊，病痛是作为修行的善缘啊，获得菩提的很好的善缘啊，把印了。那哇那那哇那哇马英的那哇的金秋金啊，这是土兵南军吧？那他们那吃不米，基本上按着的什么盘么芒嘎兰啊。如果这样子证悟的话呢，啊，这病痛实际上不是病痛了，病痛已经转为了这个菩提，转为了法身啊。这样子证悟的这个成就者来说啊，生病和不生病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但是这个是最终的、最后的一个境界。那其他这个我们现在还不能到达这样子的境界。但是前面他这里面讲了三种啊不同层次的这个冰通时候的修行呢。那我们其中，今天这里讲的是最简单的、最下等的这个修法，这个我们肯定会做得到。这个一方面呢，修行的时候，一方面修行的时候修这些修法的话，在精神上不会受到太大的这个打击。这是一个不会有很大的伤害啊。但这个是不是仅仅是一个精神的寄托啊？当然不是同时这个就是有可以起到一些实际的修行上的这个利益、修行上的帮助，这也不是一个安慰啊。这个是不是呢？这个是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安慰呢？精神上的安慰呢？当然不是。那第一个，它有这个作用啊，在生病的时候，就精神上不受那么大的伤害，它有这样子的这个作用。但是它的作用不仅仅是这一点。如果仅仅是这一点的话，那这是一个仅仅是一个安慰而已，没有别的啊。但是实际上他这样的修行的话也可以积累这个资粮，同时也可以这个清净很多的这个罪业啊，在病那个健康恢复上面也有这个一定的帮助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生病的时候也要有这样子的这个应该有提前，就是要有准备以后如果生病的话，生病的时候这个要修这样子的法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千万不能忘记我虽然是修行非常非常差，没有任何境界，但是念这个医生了，把那个针拿来，那个上次那个张医生跟我那个打那个疫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都准备这个了，那个打一个针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这个针一拿过来的时候，我马上就准备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打针实际上不是什么东西，但是这个还可以用得上啊，这个大针刺进去还是有一点干涉，我把这个干涉可以利用起来没有这个真悟空心啊，那些境界是很差很远很远，但是这些许愿不愿都无所谓了，就是能做到的先做做到的就不做了，就做不到的就本身就做不到，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很遗憾了另外一个，我们山上有一个很年轻的堪布，他学得非常好但是得了这个食道癌到处都去这个求医，就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然后有一个瑜伽师让他闭关三个月，在这个闭关当中就是修普巴金刚那他告诉我这件事，我认为这个修为了病修普巴金刚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没有说什么，他就闭关了闭关没有过三四天就出来了，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因为他这个食道癌就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什么东西都就吞不下去了，他就再这样子去闭关的话肯定会死掉。他出来他说他要到别的地方去看，他说他要到西陵去看病，那我就送给他一本书，那个修行契要的那本书，我就送给他说，你一方面这个那个接受那个治疗，这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接受，医生怎么说就怎么做另外一方面呢，有些病就到处去求也不一定能够治得好，那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就修修这，你在这个治病的过程当中你就修一修这个自他相还，我就给他了前几天他跟我打电话来了，他说修了这个法以后呢，他说我一生当中学了那么多，修了那么多，但是这次我生病的时候修这个自他相还的效果，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样子的这个明显，任何一个修法任何一个学习没有让我那么感受那么深。前几天他我打电话，我深信这一点肯定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以后生病的时候也要这样子做。刚才说了，我说我没有修行，但是针拉出来的时候都我这样子准备的去年就是又扎了很多针每次都是这样子，有一定的收获了所以我想有些时候还是有点病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这样你们也就以后生病的时候啊，要修这些法啊，就今天就讲到这里。